是他吗？他对你干嘛了？他东港爱美，知道吗？没事就约我吃饭，带我出去玩。下雨了还帮我送伞，我生病他也冒雨去帮我买药，帮我买吃的。正常逻辑这不就是追我的节奏吗？我就喜欢上他了嘛。结果他竟然跟我说，他是把我当朋友，当妹妹。 谁要当你妹啊？看看，这就是活生生的贱男人呢、啊。这搞暧昧的男人啊，最可恶了。都是你们这些臭男人啊！你放心，不会有人跟你搞暧昧的，因为你长得很安全。算了，当妹，谁是你妹？哎，行了，你不用哭了，你是我兄弟。 惩罚其他同学，这台忘了真是。乔迪的，对，没错，我能证明是乔迪的，没错。老师，其实不是这样，我其实。孟勇啊！灿灿姐，干嘛？又要打？造反啊你们！打架，偷窥。 还是高中生吗？你，还有你去扫厕所，一个月。老师，闭嘴，出去！你们干嘛拦我？ 这种贱男人呐、啊，你打他是没有用的，治标不治本呢、啊。打他一顿，我至少能够减脂。你不用打他，我现在就想打你。你看看你那个花痴的样子，花痴。<笑>那么多男的你不去喜欢，喜欢一个变态。其实菲比说的对，要对付这种贱男人，打他是没用的。那怎么办？方法只有一个，什么？你去追他。啊？ 你是吃错药了，还是真打偏了？哎，好主意！要是他成了灿灿姐的男朋友，那肯定就是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还不把他给整死吗？<笑>什么意思？我让你去追他，不是让你真的和他谈恋爱。 而是要让他喜欢上你，他是怎么对小姨的，你就怎么对他。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果然是最毒妇人心呢。去死！对付你们这些贱男人，这样算客气了。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身高、体重、潜的星座、三围、最爱脸色、最爱的食物、最爱的饮料、喜欢的明星、甚至大姨妈的名字，每天几点大便都要了若指掌。 从而找出最佳切入点，稳准狠，一击致命。烦死了，还咳嗽。
我问你们，乔迪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哼，这种出卖兄弟的事情，我才不干！没错。 灿灿姐，其实我们觉得你是一个美貌与智慧兼具的女生，能够看上乔迪是她的福分，所以我们决定要帮助我们的兄弟，免得会错过你这一位美丽的姑娘。没错。你们要干嘛？ 可以申请学校扫厕所的时间哦。我进去。喂，我提醒你一下，这里是女厕所，如果你走出去一步，我们就喊非礼。你本来就有偷窥女生换衣服的前科，再加上闯厕所，如果我去跟赵老师说，你觉得还会是扫厕所这么简单吗？ 打篮球啊？要你管？能跳不就行了？之前跳过舞吗？你看不起我？那你跳段我看啊。我们的祖国是花园，花园的花朵真鲜艳，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，每个人脸上都笑开了颜。 我是不是跳太好了？第一阶段目标完美实现，朝夕相处必能日久生情。而这个时候，我们只要再加上一点点的催化剂，女生会喜欢上对自己好的男生。同理，男生一样，当你能够把一个男生照顾到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，也就是他离不开你的时候。这个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尝尝。 跟他表现出一些亲密的动作，不管他愿不愿意，这样他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我的这保险不保。如果做到了以上这一切，那就会实现我们的终极目标。 无坚不摧。
你上厕所都那么开心啊？干活啦！ 你很久哎！啊啊啊！哎，你皮糙肉厚的还可以食物中毒啊？看不出来，你有这么娇贵哦！你想死啊？ 我大老远去给你买粥，哎，你还骂我？骂骂你，我舒服多了。那你爸妈嘞？我没告诉他们，又不是什么很大的事儿，我不想折腾。哦，那你就折腾我。我又没让你来，是你自己贱。好，哼，我就贱。
吃吗？你想吃就要告诉我啊，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对不起啊，太烫了。是还是不是呢？你如果对一个人很好，尤其是女孩，那他会以为你喜欢他。可是如果你不喜欢他，你还对他这么好，嘴巴上说哎呀我们都是朋友，这个叫搞暧昧。无所谓吧，我觉得朋友有难就是要出来挺他，管他是女孩还是男孩，哎，那别人要怎么说，你就随便喽。而且呢，我对我喜欢的女生呢，会更好。说的好像自己跟菩萨一样。那我这么喜欢你，你还对我这么好，你就不怕我缠着你甩都甩不掉啊？不怕。你今天良心发现啊，送我回去。对啊，我怕你晚上遇到流氓，那流氓还真有危险。什么事情要跟我们宣布啊？宣布什么？你干嘛？你吓死我了！走路都没声音了。你跟乔迪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？就还是那样啊。刚才都看见了。你看那什么？Thank you.
你不说，我帮你说了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那你有没有？没有。这我朋友做的舞曲，祝你好运。怎么是你？小优嘞？我让他叫你来的。坐下。你还真打算一辈子都不理我了？你还在生气啊？废话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。哇，灿灿姐也会跟人家道歉。我一开始是真的想帮你出气来着。好吧，我承认最后我是喜欢上他了。但是我想了几天，我黄灿灿这一辈子可以没有男朋友，但是不能没有朋友。所以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再招惹他了。我还要你做我的好兄弟。少来，你当我第一天认识你哦？哎，不过我说真的，你们两个挺配的。你不要再玩我了啦，你喜欢的人我不会再招惹。我说的是实话啊，而且。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啊，哈尼，不是跟你说过不准在外面叫我哈尼的吗？关键是你们俩都练了那么长时间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放弃是太可惜了，好不好？女孩子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好不好，迪哥？你再考虑一下，啊？出去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啊？还有什么好说？你为什么不来排练？你还没玩够啊！站住！我让你站住！站住！我让你站住！我知道是我做错了，我也没有奢求你的原谅。可是这一次我们努力了这么久，就这样放弃不会太可惜了。这一切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局，你还玩我玩多久？欺骗别人感情很好玩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就是一个暧昧的一个对象吗？
再来！哎，我到底应该怎么？快！哎呀，在干嘛？
往前走，舍不得你，想回头却回不去，我们进退有意，树叶飘落风又起。